现在是早晨9:03，我们要开始出发去华盛顿了。知道华盛顿是哪里吗？就相当于是中国的北好的，现京。在走到了半道了，来这加点油。在美国，大多数加油站都是自助的，你必须要自己加油，而且甚至在银行卡呀，还有这加油的机器，这个是一张信用卡，它的方式跟中国不太一样。这个呢，先插进去，然后拿出来。这样你才开始操作。这样你永远都不会把银行卡落在取款机里。问你要不要小票？要小票。有三种类型的油，就是柴油，87号、89号、93号。我是加的87号油。2块钱一加仑，小票打出来了。啊，开着开着热，我得把这个脱下来。Trying to open it and eat it. Mom ain't looking that. Next lane, look. 哎呀，又呱呱。What? Are those mirrors so that the baby can see you, or you can see the baby? I don't know. Or both. OK, 下一段路呢，由海运来开车，他开的比我好，又认路。哎呀，这段有技术的活让他干吧。准备好了吗？差不多。来瓶 beer 来喝一喝。来，在出发之前喝一个 beer。Birch beer。哎，哈哈。不呀。瞧，瞧这技术活儿，不喝 beer 不开车呀。我也来个 beer。来来，对着我来个 beer。When you're driving with changing lanes, is that? No, it's fine.I can actually see it through there. If you have any, 不过这些小船儿真有意思，真可爱呀、啊，就像一个小鸭子似的。哇，今天这船儿真多呀！等着带你们来了，大家伙来了之后，我们一块儿去开小船去。别分心，这一下子我们一家到桥下边去了。别分心，因为我不会游泳。You're a bad liar. 我们走出了特拉华州，来到马里兰州，然后
再穿过马里兰州就到了华盛顿特区。Yeah. 哎，再看看我们关关宝的小窝，还挺温馨的呢。看你的小脚丫，好好玩吧，开心的玩。Trying to. I'm not gonna do it now. There it goes agai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make this bottle of water work. Maybe if I can kick it. They want to go around me. They put on their turn signal. I put on my turn signal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y go, oh, they're turning. Okay, I'll stay here. 瞧，看我们这排走得挺顺畅，对面对堵得不行不行的了。这个经常见，他们在周末的时候会这么开个房车出去玩。But you're not in a hurry. I'm not in a hurry, and I don't want to have to get. 这个司机可以。开在那个房车上，然后把自己的小车挂到后边。哎呀我去，瞧着对面堵的。今天这是周六早上，大家住在城里都想出去玩，好吗？给你堵的，这心里得老堵了。搞不好明天我们回家也卡在这里呢。希望别卡在这里，这个长，哎呦我的妈呀，这，哎呀，我看着我心里都堵得上啊，哎呦喘不过来气儿了。瞧着。I feel sorry. It's kind of like when you're on a bus, you know, and you see the same bus pass you. Uh-huh. And one is really, really crowded, and the other one's got empty seats. And over station. Yeah. I guess I can.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地铁旁边，我们把车停在这儿，然后坐地铁进城。进来之后，看到我们的海云正在买地铁票，然后后面是我的这的地图，告诉我们要去哪儿。瞧着这个小地铁站。是这个样子的。在美国一个大的感觉就是东西都比较老，又老又破的，但是比较干净，比较温馨。像这个小站还是我见过最小的车站，但是有的时候事情不关大小，不关华丽，给你一个感觉是最重要的。卡片长得就这样，就是说这个地铁从1976年到2016年。瞧涂鸦的美国的不听话的小孩瞎涂瞎画。所以哪儿都有不听话的小孩，中国也有，美国也有，世界上哪儿都有。啊，我们的地铁来了，准备要上车。哎，你好。
哎，这个每节车厢是不可以通的。瞧，几乎都没有人呢。乖乖，这是你第一次坐地铁吗？对啊，这是你第一次到华盛顿吗？你高兴吗，乖乖？嗯，以后你要高兴，爸爸妈妈经常带你出来玩，好不好啊？爸爸妈妈也想玩，愿意玩。爸爸，你看多能玩啊，从中国都玩到美国来了。哎呀，以后你也能玩。这是高尔夫球场吧？我现在逐渐地往城里走了。现在才叫地铁呢，来到地下了，看到后边两个小姑娘，小姑娘，嗨，小黑孩，嗨，哎，呱呱，呱呱，呜呜呜，呜呜呜呜，瞧瞧这个地铁长得什么样。出了地铁，我们就来到了华盛顿的城中心了。